菜不要这么细菌 AKMC 去换上节目。我现在情绪是吵架中的情侣在回彼此话，随便啦，你觉得怎么样就怎么样吧，你开心就好了。反正都不在意我，开始请了了。哎、欸，马雪，久违了，上一集不知道什么时候、欸，四月五月吧，应该隔了快五月吧。又到了我们的下酒菜推荐系列了。我觉得这个系列会放那么长，是因为近期各大通路啊，我觉得并没有非常认真在做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大家没有非常认真，你知道吗？我一直都有在看，我都在吃。好不容易五个月了，我才累积到常态型的商品，还可以买得到的，我觉得很不错的。第一个首先要进场的就是美味堂这个麻辣双宝。美味堂为什么你的定价就是让人这么讨厌的喜欢呢？冰脆土豆这个新商品，59元，这很赞。再来这个，我最少吃30包以上，因为我中餐都吃这个综合盐水鸡，这真的很好吃。再来是一样 7， 这是炸蛋烧，但我发现好像不是每一家店都有，这是有点大阪式的那种，就是甜点的。全家妈妈主义照烧鸡腿肉串，这个没吃过，因为我之前 7 那个很差的经验，所以我今天看到特别买来试，这个是没吃过的。再来百甘焦急麻善堂，这莱尔富卖的，买它只是因为名字很好笑。这个也很好吃，这个是 7-11 的麻辣酸菜鸭肠，这个很赞，可是这个是我中午配饭吃的。为什么中午都吃下酒菜？我就顺便收集题材啊。不是不是，你知道有时候中午我们可能就吃一个便当，或是就是可能如果说吃 7 我有便当，但因为我吃饭是不喜欢吃很一东一个单一个东西很多的，所以我就喜欢有东西然后配菜。所以为什么这些下酒菜这个系列后来我觉得不错，是因为这些东西就真的是我买东西主食然后拿来配的，反正我就每次我就一直吃吃吃，觉得好吃我就留下来，好不好？这几个要加热，这个有两瓶，我先倒个啤酒，等我一下。现在啤酒这是什么 ？Orange， 我乱买，好像是之前那个便利商店酒类系列要拍，就忘记拿出来了。怎么听起来好像很久？有点苦，还可以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先来推荐给大家。今天第一个依然是那个我爱不释手，但是对我不理不睬的美味堂，59块冰脆土豆，这个算是。近期我认为啦，有机会跟他的那个猪头皮有个车拼的东西，它是那种，对，加一个，哪一种牛肉面店会吃到的那种头刀，哦、有卤汁味道的，然后稍微软一点点，对，它软一点点，我操，哎、欸，很好吃哎，来，这个皮棒，它多少钱啊？59，哦，可以哦，一盒，因为。算了，没想到我都没想说呢。那个很好吃的，皮爆，你倒倒皮饺，倒皮饺。它比很多这种，比如说你说牛肉面店啊，或者小店，还好吃，我觉得还好吃，还好吃。它其实有点咸，但是尾劲有点甘甜。100分，这个很好的开场。100分，哎、欸，我没有注意它的保存期限，它保存期限有特别短，因为美味堂的保存期限其实都不长，大家买的时候要自己注意一下。还可以，它保存期限可能到7天左右。再来这个呢是21世纪的综合盐水鸡，这个东西也是好吃的。你说烤鸡的21世纪吗？这一盒59元，这一盒59。当然，你如果说论分量的话，这个比冰糖划算。OK， 因为它里面有鸡肉，盐水鸡，这个我真的很常吃。我觉得调味很不错，59元很强哎。不要忘记我们下午在准备有什么，好准备，好吃，好收。我的好吃是方便吃的，这两个都超方便吃。其实你就是陪我来家里喝酒，你就买一包倒到桌上，给个牙签结束，味道很丰富。里面有 Robert Hood， 谁 ？Robert Hood 啊 ，Robert Hood 啊、嗯，胡萝卜。最不喜欢的就是他了。木耳、百叶豆腐、鸡肉、笋子都调味过了。哎、欸，就换东西，我想看它的营养。你看营养成分。223卡，然后蛋白质有16克，其实都很棒的。16算多吗？一块鸡胸肉在20几、30，那鸡胸会吃腻啊，这调味很好吃，好吃。里面还有青菜，它里面有青菜，还有花椰菜。再来呢，Peter 刚刚帮我们加热好，对，帮我们加热。这个是 7 的炸蛋烧，但这个比较难找的，不是每一间店都有。这个还不错，这个还不错。只是这个微波碗有酱汁，我觉得就是拿的时候要小心一点。但配酒，
它不会暖暖哎，不会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炸鹌鹑？因为我们没什么温泉蛋，对吧？一温泉蛋味道很轻，它是我配饭用的，然后茶叶蛋对我来讲也是。可是这个啊，炸蛋烧啊，它就是下了韭菜的味道，因为它一味道很重，二它味道有点不一样，不像你日常爱吃的，它很像巨大鸟蛋。给我，这边给你。我吃你蛋蛋啊？你吃我的蛋蛋。好。你要坚持吃我的蛋蛋。味道蛮好的。对，配啤酒啊，配威士忌啊，应该都很赞。配威士忌应该很赞。下一个来一个配饭。配饭的。麻辣酸菜鸭肠，这个我得要注解一下，这东西偏咸，所以基本上我只会拿来配啤酒或是金汤类。65块，鸭肠很不错吃，但它的酸菜真的蛮咸，它是麻辣的。它辣你可以接受的？可以，不是真的辣。然后鸭肠的嚼劲很不错，它真的啤酒一半，一半啊，计划买，我加给你们，我加到你们盘子里面，啤酒一半。我很喜欢吃鸭肠，我也是。肠类狂魔，肠魔就是我。肠魔，天母肠魔，天母肠魔。我喜欢这个，很好吃。哦，我平常中午啊，就是听起来很穷，也没有很穷。不对，这一点都不穷我吃这个，然后买一碗那种便利商店的微波板饭，然后再配上德国热香肠。德国香肠，德国香肠，30几块的这个。对。我又认识我的中餐，你也吃100多块，没有，你也是个成功的收人，对吧？我只吃我想吃的，虽然说隔壁就有90块便当，我还是想这么吃，好吃，这不错的哎，这个好吃，好吃，而且怕辣的不用担心啊，它不怎么辣，它不会，不怎么辣。下来，来一个没辣的，这个是你没吃过是不是？这个我没吃过，但我觉得应该没问题。以前我们不是都会在日本的便利商店日本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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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有，我已经订好机票了。哦，没事啊，我只是演一下而已。机票很贵，经济舱一张25000，商务舱50000。25000？这很贵，我还是买了。总归，在日本的鸡肉串烧是非常好吃，便利商店。但因为由于我们之前买过一次 Seven， 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家厂牌的，就是不是 Seven 本地做，在 Seven 买的。小干拍一间，小干拍一间。所以今天这个单纯是我想问企划们，知道烧猪肉串？味道是安怎？猪肉吗？鸡肉串。鸡肉串。下面一位。すみません。再来，刚才全家的，这是莱尔富的，麻善堂出的，跟莱尔富联名的，百甘交集，我也没吃过。你是单纯因为名字买的？对，其实我有其他的品项，我为了这两个，放弃了其他本来应该不错吃的品项。你就皮呀、我就你是受不了谐音梗的人呢、欸？对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不动，百甘交集。我很后悔，我感觉你就是一个会去吃间餐厅会乱点东西的人。我是，对，我是。然后吃吃就说这个你吃。而且其实我吃饭习惯是这样，我也喜欢吃排队名店的隔壁那家，就跟我们台中型的吃那卤肉饭一样，我喜欢排队名店隔壁那家，因为他顶得住压力，对，应该也蛮屌的，应该也不差，只是名气没到而已。然后不喜欢排队，我就是这种东西。今天主食的最后一个了，该死的邪恶帝国，让多少人发胖的美味糖，这个119，它好吃到。违背了我对于好准备这件事情的原则，推荐给大家。以及不用担心，我们没有收他钱，因为他没来找过我们。我们是第一次出现汤呗。严格来讲，他可以不用汤啦。我严格来讲不需要这个汤啦。但看起来很好吃哎。哎，每一行东西就是没问题的。很想加王子面进去。没错。哎，我们要下评语啊，他就是好吃啊。是是好吃啊，但我会配啤酒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很辣。我一直在思考，如果我喝酒的时候，有人可以端上一碗，当然把汤沥掉就好了，不用汤，就端上一碗一碗这样子，我会觉得我喝酒的时候身心灵是有抚慰到的。吃看吧，好吃的。
其实这个牌子我们很常买，这个我们很常买。真的？哎，是我们之前会买的。我们吃麻辣锅都买一个这个，然后配一个。哦，聪明。再配一个锅底，然后煮成麻辣锅。119，这么便宜。然后就有鸭血，又有豆腐。过分哦，过分了。那之前是有 Peter 有加工过。哦，所以你不知道是这个。不知道原味怎么样，但原味就很好吃。还是你一般以为是 Peter 做的？你是不是有可能有一次有这个想法过？集满场，哈哈哈哈哈！我觉得都很好吃哎，都是没味道的。Peter 酱，没味道。这真的推荐给大家了，配啤酒真的很赞。下期见。好，加码一个，少数甜点汤哦，因为我其实很喜欢吃肉桂卷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很喜欢吃肉桂卷，但我不常吃。可能说，如果我有路过那种肉桂卷名店，像那个猫下去巷子里面啊，或者是在那个大安路跟市民大道交叉口那边也有一间，我有看到，我就会去买。我很少见，对呢，对我来说。哎，我老婆也喜欢吃啊。我们等一下见，太烫了，真的太烫了，我可以吃了。刚有点吓到我，对，太来得太突然了。我跟你讲。便利商店的食物，你当然不用要求，就跟一般现场上面不好吃。但这个千手人着实是对我来讲会解了我当下很想要吃肉桂卷的心。我解点瘾嘛。你看味道其实不差，但是当然没有现吃好吃，但就是吃起来是觉得啊，肉桂卷绝对是切块配的。啊，好，哎，这集你们自己觉得自己最喜欢哪个？我吗？嗯，我喜欢那个鸭肠。鸭肠，鸭肠。第二张牌。我吗？嗯，我还蛮喜欢那个炸弹烧。我的话是21世纪。我今天的推荐的蛋都是我觉得好的啦，就是我都喜欢。但是我自己吃最多的真的是这个鲜水鸡，因为我觉得它最符合我们最一开始样貌，就不用微波的下酒菜，而且59元其实很便宜。嗯，很便宜。59元其实很便宜，还有鸡肉、菜什么。推荐给大家，今天的下酒菜除了那个鸡肉串跟那个豆干，我没有那么推荐，因为那两个就是唯一两个我没有先吃过的，我感到很抱歉，对不起，但没有不好吃，大家可以试试看，只是我觉得我不会买来当我的下酒菜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如果你喜欢这集，不要分享，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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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分享，